雄联盟。这样啊，先等一等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赛恩这种东西，出这种装备很有，不是装备啊，用这种，怎么说呢？啊，用这种召唤师技能，很有可能是想过来偷包。哎，我们等一等啊，别着急。先插个眼儿，好，然后我们待在这里，别动。350出门，对呀，350出门。你现在不会还有人不知道为啥奥恩350出门吧？啊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？来了，亡灵战神，我先给你来个飘。我再给你来个飘。还不灭一 A 溜溜球。抽一下，土，短，抽一下，不灭 A 一下，吃个药，就这样而已嘛。那你还想咋的？他怎么升的那么快呀？不过他没有药了。我往后点啊，别着急。他这个车他指定得补，然后我们一个头锤，啪！想补车，先问问我的锤头。我抠一下。普西。A 个不灭 ，Q 一下，平 A。你以为我没有蓝？其实我是有蓝。我一过来一个点炎，没想到点炎吧，小伙子，我不讲武德。干哈呢？这抠一下，回家了。还是出这个吧。要我说，反正先来个日炎，指定是没错。咱先来一个，这个小饼干咱就别卖了啊。这个小饼干挺有用的，别卖了的。奥恩出门先带个药水，然后上线直接打个多兰顿，这样耗线会比较厉害，知道吧？这啥也不知道，奥恩都这样出啊。唰，走了，打一波就跑，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回事？起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师傅塔皮，我给你锤子，我打个不灭，你大爷的！送死刘赛恩吗？
你们说这奥恩出日言，算了，别问你们，不需要。一个高手是不需要问别人的。咱先打个小魔抗出来啊，唰，抠一下，走了。这波得赶紧回家啊，把这个卖了，然后我们来个小护甲。你太缺蓝了，因为我没有卖那个小饼干啊。卖饼干肯定就不缺蓝了。出冰拳，你说那个变大这个啊，这不好用，我要出日炎，正好奥恩缺点减息地，起来，点，点，短，短，正好把他顶起来，打了个易碎。烫一烫就得了，他是从家里头冲出来的，比一比谁的头硬，妈了个巴子的，我给你这巴子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不讲武德，对不起。还好我的塔皮没掉，不亏呀。本来我想吃个塔皮的。日炎好贵呀，我发现。这么一看，感觉还是这个合成更平滑一点。搁这儿打个装备，然后这样还能吃个爆破。奥恩还是日炎吧，因为这减息地其实还是挺重要的。你像那个小护手啊，息地太少了，这我给你个嘴巴子。抽你一下，嘣！短！今天了没完，还跑！我抠！
你往哪跑？我先杀这个。这螳螂给他跑了，真能跑啊！瞅我一眼跑了，可恶，居然让他跑掉了。哎，让我顶开了，我差点钱怎么办啊？算了，回家吧，先把鞋出了啊。这把我们来个布点还其实是可以，铁板鞋换个扫描，这螳螂也追不上啊，这玩意儿了呢。哎，又吃我塔皮，这玩意儿拆塔拆的真快呀，出个 W 二连顶起来，叫羊羊过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让他发不了车啊。我们打他打不灭，给他创起来呀。这为啥没创起来呀？我不能理解啊。来这边放个 Q， 螳螂先吐死一个平 A 过来，减速 A 一下不灭，再 A 补吸，手里干干死了。你打吧，你俩打吧，我就不打了。这小子又发车了啊！这小子他指定不是往下路发的，这指定是往我们上路发的。这是扣你，你给我起来，我升级了。谁安是大宝宝的？我吃个塔皮，你有意见吗？我不仅吃塔皮，哎，我还走，我图你，我害拍。这玩意儿真肉啊！哎呀，跟他对线是真难受啊！互混吧，走。有没有加蓝的装备？我来个冰心吧，我这蓝实在是不够用啊，跟他玩儿。我们不出水晶瓶，蓝实在是不够用，先来个小冰心吧。其实我可以再来个金级背心，我来个小冰心加个金级背心，哎，可以。这样我们双心他推的比我快，他带的传送啊，那能一样吗？他推的比我快有啥用？我们推的跟他推的其实一样，他俩属于正常发育。我们现在经济比他多1800多吧，将近2000块钱。出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呢？血色之印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、啊。
没人管我可拆了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我拆塔比较的慢。三人过去了，还好啊，还好还好，队友没死。我可上高地了，我告诉你们，看看有没有人管我们。哟，哎，你俩找我打呀？我觉得你俩打不过我。起来，短儿。哎，这大劫来的是时候啊！这大劫，我不的，我要冰心儿，我决定出冰心儿。奥恩斯所有来源生命护甲魔抗加成额外提升10%，每将一件神话装备升级作为杰作装备，就会使这个数值提升4%，当前增幅10%，正常12%吗？4%，这就是奥恩为什么又了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！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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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救命啊！我不行了，我没了啊！别！救命啊！快救救！走呗！救救救救救救！快救救！你个小卢仙，都起来！平 A 补吸，快走 ！Q 一下，锤死死！杀左边螳螂，这老锤石今天俺俩没完。哎呀疼啊，其实我在他勾我那一瞬间我摁 W 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没出来，正常我觉得我不应该不会死，你知道吗？让锤石给我们杀了还行吧，挺赚的，其实让锤石杀了其实比较赚了，已经来个反甲吧，大件出一个，然后我们多加5%的冷却。多少级我们能锻造啊？13级后，每升一级。哎，我这已经，啊、哦，我这已经锻完了都。能不能下会儿棋？行，一会儿的，一会儿的，别着急啊、哦！急什么呢？不要着急。